现在呢，又有一名男艺人被点名，他涉嫌性骚涉嫌性侵。这名女子呢爆料，八年前这名女生才十八岁就被一名男艺人拉到汽车旅馆性侵，还一边要喊哥哥。现在全文曝光，她说呢控诉她在三月的时候呢就曾经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，但是因为当时受不了整件事情的后坐力，所以他把文章给删了。那为何又要再剖出来呢？是因为这一起的 Me Too 风波，他看到很多受害者通。 通,通很有勇气的站出来，所以把这篇原本三月发的文再一次抛上来。他说呢，发文不是为了要正义得到了伸张，而是希望让当年那个自己得到救赎。最后呢，他指控这个男艺人到底是谁呢？大家一定会猜嘛。他说这个男艺人是谁呢？啊，我不想再继续隐瞒了，他叫做汪。 擦擦，名字跟棒球打棒球的人很像，在节目上面呢都给人家暖男的形象。那么之前呢跟大他的艺人一起交往过，在一起过。最近因为欠债消失在荧幕当中。好，很多的点大家联想起来可能是他。好，那后续来看看他会不会出来回应。嗯